好啦，打响指，好都入埋啦。第四场赛事啊，撞红花上，随时起步啦，准备。好，咁一起步手咧，话应声弹出嚟，迎宝何快成过马位啊！跟住出嚟就银眉姬嚟嘅，然之后就宇宙欢声多漂亮啦。咁外档赤藤，佢都唔慢得晒嘅，不过而家外档慢慢吸埋嚟啊，要睇下等啲机会噃。然之后啦，先见到咧仲有欢喜舞动啊，红之女儿就尾二嘅，暂时殿后就打响指嚟嘅。好啦，跑咗300米到啦，前面迎宝红河一马当先啦，带住两个马位带出嚟先，守住第一位系银眉姬嚟嘅，外碟走到上嚟嘅赤藤区啦，伏住第四位就宇宙欢声。咁然之后咧见到外档走上咗啲啊。呢只咧就歡喜舞動嚟嘅，拍住佢就多漂亮啦！上翻嚟尾位置就打響指，包咗落尾咧，暫時貼住欄就紅之女兒嚟嘅。咁開始入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咧迎寶紅河咧扣住帶住個零馬位啦，帶得都幾順嘅。守住第位仲係銀眉姬，咁呢時候喺外碟咧上嚟第三位係赤藤區，伏住貼欄第四位就宇宙歡聲啦。中間騎上咗啲仲有藍衫嘅多漂亮啦。咁再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咧就話歡喜舞動啦，同埋只打響指亦都喺中檔上咗少少，咁啊包緊尾暫時紅之女兒啊。頭尾馬就好近嘅啫，講緊都係四。个马位之间嘅，咁啊见到六字牌就咗500米翻到终点噶啦，前面带紧头暂时就系迎宝红河，咁啲银眉姬想上去逼佢咯，赤藤区亦都骑噶啦，咁内档反宇宙欢声啊定啲嘅，跟住个马仲有多漂亮啊，掟出外档啊打响指啦，内档红之女儿都执紧噶啦，包咗未变咗欢喜舞动嘅，入到最后直路时前面仲系迎宝红河呢度咧，成势啊走甩啲喎，两个几马位睇下要带得几远啦，后边追住佢仲系啲银眉姬嚟嘅，内档上啲系宇宙欢声啦，咁啊其余啲马麻麻地啫，出边咧暂时仲系多漂亮嚟嘅，就100米时候前面迎宝王走得咗稳赢啦，多漂亮上同埋你攞第二啊！睇个势啊，佢最第一名迎宝王，第二名多漂亮，第三名咧就宇宙欢声，第四名就红之女儿啊！咁啊，第二门一出闸时啲箭咁扑出嚟啊，迎宝红河啊！一路放翻嚟贏嘅，其實無論即係起步啦、行圈啊等等咧，佢贏都好應該啦。睇嚟好熱啦，獨贏啊！咁啊，三號多漂亮，咁啊追翻個第二，可惜就一號攞唔到第三，爭啲啊！二號都仲頂住啊！四三二一個勢就好強啊！嗰只紅之女兒臨尾，但係都係特攰緊頸啫。但佢早段就落後得多啦，都佢要跟翻多漂亮嗰條跑線出嚟，一同六都追上嚟㗎。不過只二號都仲有啲力啫嘛。多漂亮都跑到啱曬㗎啦，出到嚟係最定嗰匹嚟嘅。六就蝕位咯，一就蝕後得滯咯嚇，咁啊結果就四三二一咯。四三二一，六又點咧？打響指。最最後，佢又唔係太過差，佢蝕位多少少，但係就都係爭第二嘅啫。你比盡佢都係，佢追落去比較均速少少啊。臨尾嗱，多漂亮嘅第二啦，宇宙呼聲四三二一六啦。咁啊，究竟啊搞到下一次係咪佢騎咧？唔知道啊，應該唔係嘅，應該都唔係。係咯，翻翻嚟都係啊。好啦，迎宝红河咁啊，无惊无险，由头带到尾就放翻终点嘅，我哋睇重播啦。好，第四场都复榜完毕啦，跑第一名咧，四号嘅迎宝红河，独人派16蚊，位置派11.5；第二名三号多漂亮，位置派29.5；第三名二号马宇宙呼声，位置派44蚊；第四名一号红之女儿，连日三搭四派98蚊，二重彩43派125蚊，三重彩432啊，派1074蚊，單貼派378蚊，位置 Q 三搭四36蚊，二搭四59蚊，二搭三197蚊，四連環1234派214蚊，四重彩4321派3566蚊，賽事完成時間1分35秒1。投馬人2碼3個馬位，2碼人3碼個半馬位。